Hello，大家好，然后好久不见，今天吃的这个是食堂炒绿豆面，这个绿豆面就是那个番薯粉，但我们这边温岭的红薯粉跟外面的红薯粉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它的面比较细，然后它味道就是我感觉就是番薯的那个味道比较浓，反正味道跟外面的面完全不一样。然后那个食堂就是温岭的一个镇的名字。如果你们看过那个三个院子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林更新他们住的那边就是食堂。他那边旅游比较发达，因为就是海边。然后这边还有三个，北海道戚风蛋糕杯，这边是那个青菜汤，还有两，就是一个，哟，一个青蟹。这样子的，菜放太少了。然后我先开始吃了，好像辣椒放太多了。果然太辣了！哦，我超喜欢吃这个，它就很油啊，而且就是好吃。它这样子的，刚才它那个太烫了，所以就是近景都拍不了。你们如果如果你们来那个食堂玩，可以去吃一下，我真的非常推荐，我超爱的。寒假时候我在家，中午我爸天天烧绿豆面菜汤给我吃，真的是天天。不过我觉得是不知道是吃菜原因还是早睡的原因，我寒假在家里皮肤真的超级好，一回家就长了2个痘，现在皮肤超级差的。我长2颗痘，不是我以前长过的那种痘，它就是很红，
这下遮不住。一颗长在这边，一颗长在这里，可能相机看不太出来，但是一出门在阳光底下就特别明显。这颗洞，我觉得超级像开成嫂的。就是搞笑一家人里面那个奶奶那个朋友，就是去后来被抓进去坐牢的那个杀人犯，童年噩梦，超好笑的。他跟那个爷爷死对头，我们家经常在家里看那个。搞笑一家人的 cut，菜放太少了，煮太软了，我喜欢硬一点的那种。这个那个青蟹，我到最后才吃，因为我就喜欢。把它放到最后，虾也一样。然后来吃一下这个北海道七分杯，这是我早上去在学校图书馆买的，我今天刚回家。他那边荷包之父有活动，我买了2盒，一盒10块钱，3个。然后一分钱都没有付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它里面是有奶油的，他们家奶油还挺好吃的，我们家的。冰水，我知道。我主要继承了我爸超级喜欢放鸡汁的传统。好像淘宝上也有卖这个面，就一箱一箱那种。像我，坐动车的时候就是会，因为他们很多是，可能应该是说什么。探亲回家或者怎样，反正就是带点土特产回家，或者是带给别人嘛。我就看到就是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绿豆面，还有玉环的文旦，很多这样子的。
很油，已经有点饱了。我上次想做个蟹宠年糕，我超级喜欢吃的。超级好吃蟹宠年糕。哎，我们这边还有红糖炒年糕。我以前小的时候不喜欢吃，现在也很喜欢吃。来布这个。我超级喜欢吃这个壳，因为我觉得一般糕啊或者什么，这边是应该是最多的，但也有很多很少的。来这个，它的糕太硬这些我刚才去奶奶家看爷爷的时候奶奶给我的，她很热情地让我把整只鸭都拿过来。
小的时候还是真的挺喜欢吃螃蟹，现在都嫌太麻烦了，锅锅。这蟹不是特别新鲜的，然后奶奶中午就把它给它煮了，然后就是带汤给它拿过来的，所以汤洒了很多。然后最近嘴巴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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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，唇纹超级明显。以前我觉得只是嘴巴干，现在我觉得我唇纹超级明显。哎，而且我买了，我现在在用的那个润唇膏，就是有那个以前我推荐那个兰芝的唇膜，然后我推荐那一次，我看大家好多人都推荐我用木瓜膏。然后就买了木瓜膏，也买了那个凡士林的。木瓜膏挺好用的，凡士林我买的是那个粉色的。凡士林我觉得它不太保湿，就是大概涂了半个小时之后，它就很，就是又恢复原状了。没有没有另外两个好用，但是我买那个粉色的玫瑰味的，它那个涂上去唇色真的超级好看，又自然又好看。如果不是特别干的嘴唇的话，我觉得这还挺好用的，可以直接当唇膏用。哦不对，可是它很快就没掉了，不行。还有以前 DHC 我也用过， DHC 我嫌它膏体太硬了，我觉得还是那个最好用，就是这种管子类的，我觉得是，想不起来了，那个叫什么？哦，曼秀雷敦，曼秀雷敦那个薄
薄荷味吗？那个绿绿的，还有他们家那个玫瑰味的，我很喜欢。这两它不是一对的，你看这个那么高那么多，这个没有高，拆分了它们。而且我觉得我嘴唇干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《人生若只如初见》，就是那个，小说《迷雾》为成改编的那个。你不是说他侵权的事情，我说他，因为我看过小说，虽然这个剧就是有很多那个，但是我还是想去看嘛，然后就看了几集。然后那个孙怡，她那个化妆师，她那个嘴巴超级干，超级干，都是唇纹。然后一个近景扫到她的脸上，她唇纹就超级明显。然后她还涂那个有点淡粉色调的那种。然后我就一直在吐槽她那个嘴唇很干，想给她涂润唇膏。我越看越干，越看越干。然后我把她的那个，脸部特写的时候，就嘴唇的那个卡纹，就是唇纹很深的。地方暂停，给我们寝室每一个人看过去，跟我一起吐槽。结果没过多久之后，我发现我的嘴唇也变成那样子了。我不应该嘲笑他的。唉。会的，说螃蟹这些，我觉得还是青蟹最好吃。它和那个，丝瓜放的那个汤特别的鲜。一般，我爸都会青蟹烧丝瓜，然后放米面，超好吃。
千里迢迢从宁波带回来的。软软的，人家身上差点就把它给吃掉了。我旁边那个大妈，她要吃那个兰花豆，超级超级香，我超级想吃。兰花豆真的挺好吃的，就是那种，应该是炒过之后，就那种油油的。吃完了，这边其实长了蚊子头，可是我的蚊子看不到。因为我头发剪掉了，然后剪得有点短，然后从耳朵这边开始卷，就不好看，就跟我最一开始挺早的时候视频里面那个扎丸子头的原因一样，就是头发很短，然后又很卷，就把它给扎起来了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啦。拜拜！想看更多内容，请关注影视星球。